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卤蛋品酒，我是卤蛋。看到卤蛋身后的葡萄园没有？今天呢，卤蛋来到了我们酒酿葡萄的故乡哦，我们的二林。然后呢，二林在地其实有一间很厉害的葡萄酒庄，它不只是做一般我们常见的红白葡萄酒，那它还有做我们的白兰地。而且呢，它的白兰地不只是只有用葡萄做白兰地哦，它还有用各种水果风味做成的白兰地，就是我们的秉生酒庄哦。那今天卤蛋很荣幸也邀请到我们秉生酒庄的负责人，我们的杨秉生老板。嘿，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杨秉生老板，这边这一片葡萄园是你们家的葡萄园是不是？是，这边这葡萄园目前种植的是以黑后为主。那我们这边差不多有0.5公顷的黑后葡萄园。我们秉生酒庄它所使用的葡萄是全部都是在地的吗？哦，对，我们酒庄所酿出的酒款都是用我们在地的葡萄，二林在地的葡萄，是、哦。所以你们家的葡萄酒算是记录我们二林在地的风土，是最有特色的一支葡萄酒。这边的话，你刚刚说有几种品种的葡萄？哦，我们这目前这边有总共有4个品种的葡萄，那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是鲜食的，那两个是有一个酿酒用的，那还有一个是新品种，新品种的是目前还在培育之中。那我们等一下就请老板带我们去认识一下我们这边二林在地的葡萄品种。好，没问题。OK， 好，这是咱今年的冬果哈，冬果啊，即阵已经开始结籽啊哈，这预计是差不多在12月中旬左右可以收成了。我们这边葡萄都是一年两收嘛？哎，对对对。那第一收的话是在7月左右，6月底、7月中旬，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这个品种是黑后，这是黑后。黑后它的葡萄的果实哈、哦、比较圆，看起来要比较圆。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金香，好啊、金香的话哈、哦，它的果实会比较椭圆形。哦，比较椭圆形。对。哦，那边有比较大颗的。哦，这边有总共有3-4个品种哈、哦。哦，是哦。然后这边哈、哦。这个是飓风的啊，你看它的果实就比较大了。飓风就是我们平常市面上常吃的那一种。对对对，生食的。那然后我们再看金香，金香它葡萄有没有比较椭圆形？这个时间可能这个花开的比较早，它大粒就对了。嘿，较大粒，这种应该是黑后。黑后，好，你得看一下，好，好。啊，回去啊！个咸，个咸收一趴，收一趴。我们金香跟黑后平常成熟之后大概会多大颗？酿酒葡萄它不会很大，那然后它酸度是比较高的，酸度比较高，对，啊，香气也比较浓郁，比较浓郁，它皮比较厚，颜色会比较深，啊，吃起来更香，一定香，香的。啊，金香没啊，金香吃起来是甜的，啊，伊是内面有一个麝香的葡萄味道，啊，佮伊的肉质哈是 Q 的，哦。啊，金香它是很有特色啊。为什么我们平常市面上台湾的葡萄就只能买到飓风？因为你像你讲的，如果像金香如果真的那么好吃的话，为什么我们平常买不到？最主要是运送不方便，它很容易裂果，那卖相会闭得掉，会闭亏啊。这个市场的接受度也不好啊。因为人客人唔知看到闭亏就歪买啊。是啊，啊伊迄个运送过程佮保存哈不好。不方便。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尝尝看酒酿葡萄的味道的话，可以在葡萄产季的时候，就是6月底、7月、11月底到12月、对，来我们二林这边。对对对对、这边是生产酿酒葡萄最多的地方啊。我们这个葡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为什么我们这边会开始种这个酒用葡萄？因为一般来讲酒用葡萄的话，如果说不是要拿来市面上卖钱的话，应该会比较少人做这种价值的东西。这边种植应该超过50年了。早期的话，我们这些种的葡萄都是在搞公美酒的，公美酒的。啊，所以咧，咱二林地区哈，阮酒庄密集度上高的，就是伫个阮西头。阮目前哈，阮社区有8间。哦，一个社区的8间啊。对对对，啊，这就是地缘关系嘛，因为阮家早期用种酿酒葡萄，我过卖局。啊，自从伊刚阮种植契约了哈，再不得。当年容易生出来嘛，变成一种的负担嘛，所以早期大家做酥酒，哦，酥酒做完再透过家己的亲戚朋友，家己想办法去行销，到91年开放以后，政府开放了后，
啊，所以阮这边的农民吼，伊、种这个酒白落来，啊，变个只大家即阵啊，目前拢是合法的。所以其实甲一寡国外的酿酒历史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早期的时候，政府还没开放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在做，只是说拢袂当讲，就是自己私底下做一些私酒。然后口碑很好，所以也持续有这个情况在。然后到后面政府开放之后，大家就一口气就好多酒庄都跑出来了。因为之前哦酿私酒，最主要酿私酒的时候有一些就是经验嘛，那然后也累积一些客户，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去申请酒庄的话哈，到目前在经营方面会比较稳定一些，因为。有一些基本的客群在，基本的客群了，老猪狗对不对？对对对。这边的话，老板你们除了做葡萄酒，也有做白兰地，是不是？是。那我们等一下到室内的时候呢，再跟老板好好请教制程方面，跟他们有哪些好喝的产品。没问题，好，走。Okay.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酒庄的本厂这边了哦。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哇，这边都是我们秉生酒庄的产品，是不是？是，有一些是我们已经比赛过有得到冠军的酒，我们是有陈列在这边的哈。那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有客制化一些酒，还有我们社区的一支酒，就是陈列在这边。那这边的话，奖牌是我们比赛拿到的奖牌，是不是？啊，对，这边都是我们农会主办的一个紫荆杯的比赛，它每年都会比赛嘛哈。那下个月十月又开始会另外一次今年度又开始比赛了啊，所以比赛的时候，比如说以下个月要比的话，它是以我们今年的葡萄做出来的哦，没有没有没有，它是我们提供哪一年的酒款的话哈，让它去比，对，让它去比，因为如果你是今年的比赛的话，今年的酒酿出来还没办法比赛，因为时间太短了，七月的时候到我们十月比赛的话。根本没办法上，好，可以，所以就是挑自己最有实力的拿出来比赛，对对对，拿出我们酒庄最好的来比赛，因为我们有规定嘛，都是要使用我们二林当地鲜果酿造的葡萄酒才有资格来比赛。哦，我们这边哦，每一家酒庄他们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嘛，都有我们自己的园区，所以我们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葡萄来酿酒。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葡萄酒其实最有名的是法国的葡萄酒。那他们那边会所谓他们每一年他们会有不一样的风土，不一样的味道。那我们二林地区这边的葡萄酒，它会有所谓的年份不一样，然后风味会有不一样吗？哦，这年份不一样，风味不一样哈，不只是我们二林的，应该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哈。每年的风土哈都会不一样嘛哈，气候也不一样，你酿造出来的酒当然一定会不一样，肯定会不一样的哈。我们从2012年开始哦，我们每年都有年份的标示出来。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葡萄酒上面，其实卤蛋刚刚稍微有注意到，像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支就是2018年，18年的，那然后我们这一支是2014年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葡萄酒可以放多久？因为我们的葡萄酒它的酒精浓度够，那然后酸度也够，它酒体比较浓郁性，只要你储藏的环境还有温度，如果适合的话，都没问题，没问题。除了我们的红白酒以外呢，我们这边也有做所谓的白兰地，是不是？是。这一支不一样，我们这一支是渣酿白兰地。那这个我们可以试喝看看吗？啊，可以啊，这个、原味原酒，那然后这个是过黑后桶的，黑后桶的，这个酒精浓度是53%，哦，这么高、哦，然后也是原酒的对吧？哎，原酒，而且一拼起来，它闻起来非常的果香味，非常的浓郁，有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味道，它一入口的时候，那个果香的表现，其实跟我们一般常喝的那个白兰地的果香表现其实不太一样，就连口感都不太一样。以啉起来口感，它清爽，可是它的香气又非常的浓郁，浓郁性。对，然后一下去之后呢，它会有一点点那个单宁的那种感觉，有点稍微苦苦的，然后有点涩涩的，不会像白兰地这样子非常甜腻的那种感觉。然后下去之后呢，那个果香一直从喉咙往鼻子里面窜，因为最主要哈，里面是有黑后里面的成分，红酒里面的成分，那然后它的尾韵都会带上来。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是黑后过桶的，下层的地方有一点那个，有点像巧克力一种味，对对对对，啊，有点香草味道，香草跟巧克力有一点不一样的所在，
杯底的地方会有点香草跟巧克力，然后有点太妃糖那种味道，其实很好入口。我们的巴兰地哈，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入口即化，立即就马上刷出一样。风味桶的话是啊，这是芭乐是不是？这支是芭乐，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利用我们的芭乐利口准备润桶，倒出来之后那个桶子再来陈酿我们的白兰地。啊，芭乐是什么芭乐？芭乐是我们咱啤酒的旁芭乐。对，芭乐哈，如果是其他的比较没有味道，只有这种香芭乐哈才有味道，它是偷芭乐改良过啊，所以就明显的黑偷芭乐味道。有，这闻起来就那一个芭乐皮一种味。对了对了对了，啊，这只要透过过桶哈，长时间过桶再能够解腻。这一支口感比这一支还圆润。那再来我们风味桶白兰地的话哈，不是渣酿的，是用我们葡萄的鲜果去蒸馏出来的。哦，直接用鲜果去蒸。对，跟渣酿的不一样的。啊哈，这一支喝起来就比刚刚那支更圆润，而且一下去它不只包覆住你的舌头，然后下去之后呢，你先包括我现在在讲话，拢是一个巴拉巴拉的味道，一个巴拉巴，很像这个我们直接在吃那个。不是甘草芭乐，是新鲜的芭乐。然后底下盖的时阵，第一口，迄个皮就直接收在盖落去，芭乐香出高的。是啊，有迄款暖芭乐的味道。暖芭乐，我觉得没有到暖芭乐，就是一种足高的一种芭乐香。对，有点像我们牛奶芭乐，熟的时阵哦，是洗好啊，第一嘴就加落去。好，它这支葡萄就反而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葡萄味道香气比较不明显的。对，然后因为我们过风味桶的话，我们要呈现的是它芭乐原本的香气嘛，所以我们就芭乐香气会比较明显的，葡萄味道压下了。芭乐桶的是几趴？我们这边所有的白兰地都是53%的原酒，全部都是原酒。哦，所以你们是大概到53%的时候就把它装桶起来？是，还是装瓶？然后刚刚提到的百香果风味桶的白兰地。是，所以我们这个百香果是用洋桶的方式，那然后我们的百香果是来自于埔里，埔里的百香果。它其实百香果的味道很轻，它在比较上层的地方，比较不明显的香气，没有那种新鲜百香果味道。有啦，在比较大概在这个位置，就是它一下子就飘掉了。对，那然后它是转为其实是比较花香比较多，它花香很明显，花香会比较多，有一点那种绿茶、茉莉绿茶那种味道。如果以风味桶来讲的话，我觉得百香果它呈现的花香会比较漂亮。这次闻起来其实花香很明显，就是那种白花的香气，有点像茉莉花，有点昙花那种很优雅的那种花香，白桃味道，甜桃一种。我觉得这一支它入口桃子味道好明显，对，所以它有 后段的话，百香果闻韵就会上来了。有后段有一点那种，那假如百香果串边那种味得出来哈。然后我觉得葡萄在这一支酒里面，它扮演的就是提升它那个果香的味道而已，就是葡萄它不会去跟它抢那个味道，味道哈，它是反而是提升那个。整个酒体的厚实的那种果香的味道，所以这么多支的风味桶来讲，我觉得百香果花香会比较漂亮，它比较没有那明显的百香果的香气，它的花香会比较多。尾韵的话，它百香果味道尾韵才会带上来，而且尾韵的层次非常的丰富，是现在鬼水都那个回香，它不是很明显的百香果味道，所以它都已经转换了一些花香，只有尾韵的时候才会带上来。而且它其实入口，它在喝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在舌头会有一点甜甜的感觉。哇，这支百香果卤蛋大推，哇！大家如果有机会过来的话，我觉得这支绝对可以试试看。这一支的花香很漂亮哈，很漂亮，而且它是我觉得是不常喝烈酒的人，他也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什么叫花香。你像我们平常喝威士忌的话，花香大部分就是在可能那个波本桶会比较常见，可是波本桶的花香其实都很隐晦，就是。无那无啊呢，然后可是这支就是就不用看，就明显了，一闻就很多花香就上来了。还有荔枝是不是？这支是荔枝，对。然后荔枝的话，其实也是我们算台湾产量蛮大的一种水果。那这个荔枝是用哪一个品种的荔枝？这荔枝是欧野外荔枝，因为我们这是去年酿的荔枝，
那然后我们为了要过头哦，去年的荔枝一公斤是100块。哎，对，这几年荔枝其实都很贵，完全是抢不到。本来是要到高雄那边去买玉荷包，玉荷包又更贵。那然后高雄玉荷包买不到，那然后到我们的社头这边有去买到一些欧油啊荔枝，那然后价位是去年是非常高的。其实卤蛋我很喜欢吃荔枝啊，这几年人家贵到有点下不了手，你知道吗？要洗去年。因为荔枝春象的关系，产量去年的话，荔枝是非常少，你市面上看不到。对，今年还量好像有稍微比较多，今年量比较多了荔枝味道很明显，有，而且它不是那种很浓郁的荔枝，它是那种挖机器的鬼的荔枝。哎，哦，这荔枝比较香呢，赶快哦，赶快尾韵带上来，而且是用。已经熟到应该要很甜的那种荔枝一种米哦，最主要我这个是还有用荔枝干再去过头，因为少一个烟熏的味道，桂花味道，然后又去找荔枝干，荔枝干再去用过头的方式，再把荔枝干的香气放到我们桶子里面，一段时间，那我们再把荔枝干取出来，我们再放蒸馏酒进去。难怪我觉得有点果干的那种味道，味道，哎，我喜欢洗一种。乃至可能消化风干的一种米，这个是真正是荔枝干，荔枝干，而且跟我们那个南投酒厂的荔枝桶威士忌比起来，我觉得这支果香味又更丰富一点点。因为可能它本身也是白兰地的关系，我们用的荔枝，像你讲的，你有用荔枝干，让它整个整体的荔枝风味更浓郁一点点。尾韵就变成那点干瓜一种米。是，欸，可是讲到荔枝要做酒。应该是较痛苦的代志吧，太白了哦。一届就惊到啊，今年唔敢生产。今年荔枝哈比较便宜哈，一公斤应该剩几十块而已啊。我就唔敢白啊，白个惊到，白啊惊到啊。爱白皮，佮爱白籽出来，还有乌籽啊，哎，还有乌籽。所以迄边惊到吼，佮今年就全部佮放弃了，放弃了，收搞干啊，收搞干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秉生酒庄的杨秉生老板啊，接受卤蛋的采访。好，谢谢谢谢谢谢卤蛋。那大家有想要来的话，可以平常要怎么跟？哦，我们这边是采预约制的啊，那然后等到你们时间日期确定之后，再跟我们预约。这边基本上是全年都无休的。对，先跟老板讲好什么时候要过来，基本上只要如果老板有空就都 OK。对，所以联络方式的话，其实 Google Map 上面也有，我记得有你的电话。然后地址也都在上面。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来我们彰化玩，想要来品尝看我们二林在地风土的，不管是红白葡萄酒或者是我们的白兰地，都欢迎，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秉生酒庄这边啊，欢迎各位哈，大家一起来哈，来体验一下我们在地的葡萄酒的产业哈，来试饮。而且还可以逛葡萄园，可以吃葡萄啦，最重要的。所以就是大概每年的12月跟7月的时候，对，差不多就是葡萄产季来的时候，还可以吃到我们外面买不到的新鲜酒用葡萄，可以吃到我们的酿酒葡萄，还可以吃到我们的鲜食葡萄，有好几款啦。对，就可以吃遍我们在地所有的葡萄品种这样子。是。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杨秉生老板哈。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希望我们点赞以及分享。想看更多的，欢迎到频道名光逛。想看到第一手影片，一定要订阅我，并且打开小铃铛。卤蛋会不定时的在我 IG 以及专业更新我动态。这边请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未成年绝不千万不要饮酒。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